好了，第九个要点，罪和不饶恕带来的破坏。起初我信耶稣的时候，在教堂里面教导，你有罪，求神赦免，神就赦免你。但我记忆中没有讲到你犯罪会有破坏性，就是神赦免你，还有破坏性，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其实圣经有说的，这个上面第三个经文说什么呢？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就是犯罪会带来破坏，遭遇的更加厉害，会带来破坏。怎样破坏呢？我们看一看上面很多人以为犯罪后求主赦免，罪就解决了。当我们真心悔改，神真的会赦免。但罪必有破坏性。以下的经文都讲到犯罪带来的破坏性，就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安喜乐，罪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罪也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来偷窃、杀害、毁坏。他怎样杀害、毁坏了、偷窃了？他会完全可以破坏人的生命。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说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做了牧师，但后来有喝酒的习惯，后来喝酒了就失控，情绪化，然后教会不要他了，家人不要他了，没有人要他，他们就变为住在街上。老师说他去探访他们，在街上看到他们的情况，他觉得很可惜。就是人的破坏会去到这个程度。我自己认识一些牧师犯了奸淫，后来不能侍奉，也有需要坐牢，这个就是犯罪可以破坏。你有没有留意你周围很多家庭很多吵架，有没有见过很多吵架？有没有发觉基督徒的生命也有吵架，家庭也有吵架，是不是？有些就是因为他没有处理生命，他们信的耶稣，但随意骂人，这个是很多人的习惯。不喜欢就说你洗碗不干净你什么做的不好你为什么这样啰嗦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言语人这样发脾气的时候，后果是什么呢？是不是事情会更好了？骂人是不是他会听话了？其实不会，骂人越骂关系越好越不好，因为骂人的时候对方受伤害，受伤害的时候就抗拒这个人了，就会不接受他。所以你留意你周围有没有容易骂人的人了？你周围有没有经历过被人骂？没有啊，你自己容易骂人啊。那你发觉人怎样对你呢？我是跟家人一样，会骂父母。会什么？就是我会跟父母就是发火吧。发火好的。所以你骂他们，后果是他们对你发火了。我对他们好，他们会包容吧。他们会怎么样？会包容。包容，他们包容。包容发火。这个是你的父母，非常好的父母。那我现在也知道不能，就是要孝敬父母。是的，圣经也讲要那个孝敬父母。非常好。重爱父母就要被治死。那我问你，容易发脾气会不会破坏关系了？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父母他是会，好像你的父母包容。我就觉得他们不会说，他们不会计较吧？好的。但朋友会不会啊？也有，我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也会骂，但我感觉
他好像 也很包容。但包容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喜欢你呢？朋友是不是很喜欢你呢？你有没有发觉朋友喜欢那些比较柔和的人呢？一般骂人他就一般骂人，朋友都不会喜欢，都没有什么，就是朋友一般都不会喜欢别人骂人。是的，是的，所以就影响关系了。如果那你现在 还在父母的照顾之下，所以他啊，你骂他们，他们还是包容你，这个是恩典，但不一定永远的。其实，在他们的里面，会不会有不喜欢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我感觉他们可以包容，可能他们不会，就是说一直都会包容。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但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对他们很好的。你觉得他们对你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会不会更好呢？如果你很欣赏，是的，这个就是罪的破坏性。当我们骂人以为没有后果，其实必定有后果的，必定影响自己内心没有平安。你自己越骂人越容易吵架，越容易发怒，影响与人的关系，影响与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任何的罪包括烦恼，有些人以为烦恼不是罪，其实因为圣经说凡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就是烦恼。为什么烦恼？不相信神的祝福就烦恼了，担心了，担心有没有影响呢？里面就没有平安喜乐。担心有一点，但是你说的是算是一种罪吧，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凡不是出于信就是罪，而且圣经的吩咐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犯罪，就不是爱人爱神，也是犯罪，不能全心爱神，不能爱人如己，也是罪。所以烦恼 你看一看天堂人会不会很烦恼？天去了天堂，哎呀，很烦恼啊！哎呀，世上的人不听话啊！哎呀，我整天都烦恼了。天堂会不会这样啊？不会。如果天堂烦恼，就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凡是罪，必有破坏性，必定带来破坏性。这一点，希望你们明白。因为很多人以为我求神赦免。求人啊，饶恕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个破坏性还是跟随我们。你明白罪的破坏性，就会小心。你想一想啊，我侍奉，如果我随意发怒，会有什么影响啊？会不会破坏我的侍奉啊？必定破坏了，是不是？人就不接受我的教导，也说你能说不能做，就会破坏，就会人就不愿意。让我去服侍了，就会破坏神的计划。所以我知道罪的破坏性，我里面处理的，我相处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伤害他们的，我都是有什么事情我都是很柔和的处理的，我很小心很小心，就是有人做的不好，我还是柔和的处理。有些时候有些人冒犯我，是我还是柔和的处理。这个就是、我感谢神，就是我心看重我的生命，所以我就保守自己的生命，不要被罪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人常常有这些情绪啊，人的关系影响啊，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做得好，是不是？做工很快就被人吵了，很快没有人、恋爱很容易人不喜欢他了、结婚整个婚姻都吵架、做工人容易不喜欢他、侍奉人也不喜欢他的侍奉，整个生命就破坏。这个就是魔鬼偷窃杀害，整个生命的破坏。好了，然后、下一个经文、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七节，一起读哈。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就是所有的罪神都看到，不能逃避神的眼目，神必定看到。所以神看到的时候，如果这个基督徒常常犯罪，他会将很大的侍奉交给他吗？不会的，因为神会将他侍奉交给他信任的人。好了，然后上面啊，第三我们读过第四啊，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从情欲撒种，就是随从任何的憎恨啊、怒气啊、烦恼啊、淫念啊，随从这些的时候，就会受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受什么呢？受败坏，整个生命就败坏，整个生命就破坏。发怒的人生命必破坏，烦恼的人生命必破坏，有疑念的人生命必破坏，贪人便宜的都必定有破坏。但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而且有永远的赏赐。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罪，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是体贴肉体，我要什么我就要，这样的话就会带来死亡了，顺从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是讲到我们伤害人的后果，一起读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又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就是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就是神，我们都是神的殿，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所以有人毁坏神的殿，这人就要受神的毁坏，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有人伤害我们，他们要受更重的惩罚，是不是？因为他们伤害神的殿，那我们伤害其他基督徒了，也要受更重的惩罚。所以我们就知道绊倒弟兄姐妹是很严重的，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管理我的情绪啊。其实我会讲这个管理我的情绪，怎样人做的不好我还是管理，怎样去管理啊。我在教堂里面有些时候也是要处理人的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是负面的，对我也说负面的话，但我还是柔和谦卑处理。处理好了，有些他们就说啊，谢谢你牧师，你很有耐心，这样我就不给魔鬼留地步了，就是不让我的情绪影响。我认识有牧师，他们在看到有人问题的时候，他们用的方法非常的强烈，有很大的怒气。然后我认识这个牧师，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传道就带领他就离开，很多人就跟随他走了，这个教会就破裂，就因为他的处理不好。其实我见过两个教会因为牧师处理不好，所以教会就分裂了。这是我直接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更多。好的，然后马太六章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饶恕就有什么后果啊？就没有永生了。所以饶恕人对我们有益处，不饶恕，有些人说他很多问题，他伤害我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我不能饶恕。我曾经认识两个太太，他们不能饶恕他的老公，他们说永远不能饶恕，但他们的生命就有问题，两个都有邪灵影响。我也告诉他，你不饶恕自己受苦，那你真的被他伤害了。如果你不放在心上，反而你不被他影响，但他们不愿意。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但这个很可惜，这个情况就是不饶恕
所以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饶恕。好了，然后魔鬼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必定来偷窃杀害破坏，他会破坏整个生命。然后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一起读哈，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就与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正经、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放宴等类，行这样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严重吗？不能承受神的国。我请你看一看这里有什么罪基督徒容易犯的。嫉妒是不是容易犯了？嫉妒啊，有些有误会啊，恼怒、结党、怒气，这些基督徒也会犯。那你说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不能去天堂怎么办呢？方法就是很简单，悔改求神赦免，悔改求神赦免，神就赦免，然后就继续对付罪，对付罪，不能允许罪，因为罪必有破坏性。最严重的是去地狱。你想一想，耶稣说，有些人说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但结果是去地狱。而且耶稣说，必有许多人跌倒，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觉得他们发觉自己不能去天堂会有什么感觉？会非常的、非常的伤心啊，失望啊，惧怕啊，后悔啊，这个。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不是这样，而且帮助人离开罪。马太五章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拉架就是藐视的意思的，难免共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骂弟兄是蠢材，难免地狱的火，是不是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伤害人。有人做的不好，他的确是很蠢啊，怎么办呢？他蠢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不需要发怒，但我可以柔和的找方法处理。但有些人说，他这么不好，这么蠢啊，他永远做不好啊，怎能不发怒了？但发怒我们就受伤害，为什么要发怒呢？所以这个希望你们都明白，发怒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好了，大卫犯奸淫，后果是怎么样？又杀人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但大卫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神就犯罪，神就不喜悦，就会管教和惩罚。我们有没有罪我们犯了神不喜悦了？其实任何罪他都不喜悦，所以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啊，对付罪，憎恨罪，有罪的意念马上处理，得胜五部曲。这个简单的得胜三部曲，五部曲是什么呢？留意到罪，破坏性，圣经说什么，祷告悔改求神赦免，第六选择顺服。然后简单的三部曲是什么？留意到罪，祷告，马上就处理，马上就说我不要犯罪，犯罪有破坏性，我就选择不去犯罪。大卫犯这个罪后果怎么样了？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很痛苦，这么年老还要逃避，
而且他的儿子很多都被杀，所以这个就造成家中很大的很大的问题。好了，上面我写的字就是任何罪的意念、思想、意念、言语、行为都会破坏我们生命。魔鬼就偷窃，神可以管教，可以惩罚，也不会将大的责任交给他。魔鬼就偷窃了什么？一起读哈，偷窃了很多人的平安、喜乐、信心、力量、智慧、资源、健康、剩余人的信任、人际关系、幸福家庭、智慧、神的计划、赏赐和甚至永生，这是什么他都偷，所有都偷。十三了，很多人对于罪的定义有误解。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去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去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没有信心，烦恼、忧虑、憎恨、怨恨、低沉都是罪，就是没有相信神的美善。心中罪的意念也是罪，言语也是罪，所有心中的淫念啊、贪念啊。贪念是什么呢？别人有一个很美貌的女朋友，你就很贪念，你说我有这个女朋友就好了啊。别人有钱了啊，你就说啊，我想要她的钱了，这个就是贪念。憎恨，你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憎恨是罪了啊，不饶恕也是罪，不合意也是罪。有些教堂里面他们常常吵架对立，不同的人对立，不能接受对方，都是罪。不能善待人也是罪，不能爱人如己也是罪。好了，那我们找一些说讨神的喜悦不难，有些人就说离开这些罪很难啊，我不能离开。重点是这样的，你不能离开，你求神赦免，神就喜悦，神就帮助你，你就有力量，你就改善，你改善神就喜悦，任何的改善神都喜悦。当然我们尽量不要让罪影响我们。我用一个比喻哈，你们可以看着我啊。有一个人他真的很想尊重神，他很多方面都尊重神，爱神、赞美主、传福音、侍奉神，什么都做。他也想对付罪，但总是这个怒气被影响，怒气被人影响，或者是有烦恼。这个怒气会不会破坏他的生命呢？虽然他不是故意犯罪，不是故意发怒，就是不能控制。他想控制，但控制不了。这个怒气会不会破坏生命啊？你有没有见过家庭吵架就很多问题了？其实吵架的人能够享受婚姻吗？不能的。所以发怒自己就受苦了。虽然他很多地方听从神，但因为他的怒气，他就失去很多的福气。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不要让任何罪。但有些人说我已经很多地方尊重神了，我很想传福音。有些人很努力传福音，我告诉你，有些传道人很努力传福音，但他回家他轻看他的妻子，他对他的妻子态度不好，家庭常常吵架。虽然他很爱主啊，但他不能爱人，他的生命就被魔鬼破坏。不是很严重的就会怎么样呢？有吵架不开心啊，再严重怎么样？影响他的儿女们都不信耶稣，或者是不愿意爱主。再影响了，他讲到没有平安了，没有力量了。再严重了，教会不要他再做传道人了。再严重了，他开始埋怨神了。他埋怨是我的太太不好，所以我发怒，为什么我现在不能侍奉啊？
然后他埋怨神了，这个怒气越大就不能恢复他的侍奉。然后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失去救恩也可以发生，就是有些人讲道也不能去天堂。所以我希望你明白罪的破坏性，但同时我对付罪神很喜悦，所以我每样罪都对付。虽然 有些地方不是完美，我们就求神，神来帮助我不要再发怒，不要再发怒。但当有发怒，尽快的停止发怒，比较发怒长的时间破坏性减少很多。你发怒了然后啊，神赦免我，马上停止，破坏性是不是少很多？但继续吵架，如果有一天你结婚啊，你结婚你吵架，可能你的妻子就想离开你啊，不想跟你一起，或者是等整天跟你吵架，所以后果还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希望你们都看重有圣洁的生活，遵从神是最好的，走神的路，整个生命就蒙福，就开心，就神的祝福就赐福，这个最好。但很多人他们有讲到悔改，但没有讲到罪的破坏性，所以很多基督徒都继续犯罪。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在神面前也悔改。你现在默祷，你问神，神啊，我有什么罪影响我的，帮助我放下这些罪。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处理罪啊。就是下一次想发怒的时候，马上说发怒带来破坏性，那怎样处理呢？处理的根源是说，我越发怒破坏性越大，我想保守我的生命，我越处理生命越好，是他的不好，做的不好，我不需要对他发怒。事情人不好，我发怒人的关系越不好，事情不好我发怒，事情越难处理。任何情况发怒都带来破坏性，不会有好处，不会有好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罪的破坏性，有这个罪的意念马上处理，这个是秘诀。有罪的破坏性马上就处理，有憎恨马上处理，有烦恼马上处理，有不开心马上处理。有些人说哦，他对我不好我不开心，不开心我没有骂他还是罪啊，为什么是罪啊？凡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不开心会不会伤害我们生命呢？会啊，不开心没有力量，也影响健康，影响与人的关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罪，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马上处理，马上处理所有的罪，马上对付罪，憎恨罪，离开罪，神就喜悦了。当我们开始处理罪，神就喜悦，神就祝福了。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求神帮助你们都能够尽快的处理任何的罪，不让罪继续破坏。就是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啊，将来可能有危险，这个居安思危，这个其实我们可以预备，没有问题预备。但啊，将来可能有问题啊，怎么办呢？处理不好啊，就变为烦恼，这有破坏性了。但任何困难，例如啊，我们面对人的困难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处理人的问题啊，你也见过我处理问题的时候，我都是有耐心，因为我知道我处理不好后果更严重，所以我是柔和的处理，因为我不要让任何一方面的情绪影响，就是对方有情绪我还是柔和处理，这样我就不被这些情绪，别人的情绪或者是我自己的情绪影响破坏，这个是非常重要，就能够保守。如果人说你犯罪所以我骂你，你做得不好所以我骂你，所以我不开心，他不知道这样也会破坏自己的
生命和侍奉，这个这一点。所以在思想面对困难的时候，总是用平和的心处理。人的问题也是用平和的心处理，就问题解决更容易，越烦恼越难处理。好的。